要佛卡那他们这里就是说因果啦，因果我想要多人家解债了啦，就是说我们是利益把你众生把你日我们就谈到快乐，我们是害到把你众生做把你众生苦，把你日我们本谈到苦啦。所以佛说啊，在这里经啦，在正直部佛说这里世间啦，人爱的没见啦，跟了人爱的，但是真正看过谈的啦，那说爱欢喜爱长命，爱出世健康，出世水死去过后爱出世好的多，买落去苦的多，这里跟了人爱啦。但是佛说看过谈，要佛说那是爱谈这里咱人爱的物件，佛说啊，咱拜不谈，法官本不谈啊。佛说那是拜法官的谈啊，他们数时间过安尼只苦啦，他们数苦的多啊，过安尼只众生啦。只啊只人啊，咱无明白佛理啊，咱大大只点香，咱直拜直拜啊，爱托这里爱托去哩。那是咱谈啊，唔是讲啊天和咱啊，唔是讲佛和咱，啊是阿弥菩萨和咱，是咱的因果和咱呐。咱那是无这个因果啊，一些条件啊，咱未谈呢。那讲这个学生啊，啊，一考试啊，特别一买读，伊那是买读啊，伊直直佚佗，特别伊想伊真正搞啊，伊会考真正好啦。伊那是伊无读啊，无可能啦。伊特别那讲出这个本钱啦，就是讲出这个力啊去读。像个那款，咱那是爱这个。他们没见咱爱啊，咱就别见我一条路啊，佛讲啊，带咱去谈的啦。那是这个人爱长命，咱就买杀生。咱那是杀生啊，一住院后摆呀，咱的命低，因为咱就把你众生的命低。咱那是爱把你日啊，较好命，来讲未要啊，诶，贪食较好啊，咱就也特别也要做布施啦，啊。他们人坎坷，咱特别利益人，安尼款呐有人缘呐，后摆咱来啊，啊，你做生意哈，啥物啊，人爱搞官，搞官你会店嘛，安尼款啊，你别贪食卡赢啦，啊，咱那是爱健康，咱就别使拍把你装心啊，别使苛刀把你装心啊，狗啊是罗仔啊是杂木杆啊啥物啊，咱别使拍啊。做一人的身躯疼，咱是做一人的身躯疼。佛讲后摆咱来啊，住院呐，咱无健康，咱的身躯会常常破病，互咱疼啦。但是咱无害着别个众生的身躯疼，无苦毒一人啊。后摆咱来啊，住院咱的身躯会健康啦，会养啦。啊，这个了是因果交行啦，所以啊，咱就爱明白因果啦。